位心灵设计师灵活运用系统家具，以100万预算完善一家四口需求，打造50平简约机能宅。玄关以系统家具定制大面鞋柜与穿鞋椅，便利居者外出使用。客厅电视墙铺成大面文化石，猥琐粗犷，人文气息。设计师更巧妙选搭色彩缤纷的沙发套组，淬炼活泼轻盈感。设计师将书房餐厅整合于一室，以复合机能放大空间坪效。餐厅柜面以磁性黑板墙满足屋主职业需求，更凝聚亲子共乐情境。主卧室以木质格调传达舒压氛围，一旁超强收纳柜体延伸视觉效果，行座空间放大妙招。同时装点暖色系软件，演绎浪漫优雅气息。正心灵设计师严选优质系统家具，以100万预算体现居者梦寐以求的简约亲子宅。